现在在表演口技这个节目，口技口技，来口中之绝技，主要是用口来模仿各种不同的声音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想给大家模仿一下画眉鸟的声音，画眉鸟的声音，但我模仿的跟一般口技员模仿不一样。什么声音呢？两只画眉鸟谈恋爱的声音。我想在座朋友有没有听见？听说过没有？没有。好，今天用我一张口来模仿两种声音，两只画眉鸟，公的跟母的是怎么谈恋爱？给我点掌声鼓励啊！谢谢。公的，母的。画眉鸟飞走了，结婚去了。OK， 接下来模仿一下夏天的知了。小朋友喜欢爬树，捉知了。OK， 那么刚才模仿的是鸟儿的歌声，接下来呢想模仿一下交通工具的声音。我想在座很多的朋友都经常回国，首先呢我想模仿一下飞机 Boeing 747，把你们一个后门。最近北京天气不好，阴霾很多，所以我换方向去上海，不坐飞机了，改坐轮船。轮船在进港的时候要鸣那个汽笛，汽笛的声音是这样。
来到了。啊，玩了一个多月，回国，回美国，去奥兰多，一坐飞机不坐了，改坐火车。火车怎么开我也不知道，不管了，蒸汽火车，我们最早的火车，它的声音是这样的：首先模仿这个火车出站的时候，以及在行驶过程中曾经过隧道大桥，整个这个过程，我用一口气来模仿，音量提高一点，因为我这里的没有反送，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效果怎么样。火车。迈向新世纪，拜拜。